各位，我们现在要起飞了，现在准备起飞！360度大旋转！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康多 Sofa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一个起飞的比赛。各位，我们真的要起飞了，先出发喽！我们先出发喽，起飞！飞了好小一段距离，真的是好小好短啊！因为我们的速度太慢了，我们目前速度只有一呀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速度变得更快，也就可以飞得更远更高。然后现在地图上有很多钱钱呢，我们捡这个钱可以增加我们的金币二，也就是说一个硬币等于两块的金币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提高我们的速度啊，这边有商店 ，OK， 要花100的金币，100的金币就可以增加你的速度，我们先购买一次 ，OK， 我们现在速度到达2咯，现在需要200块，我们再买一次，速度来到了3 ，OK， 哇，这边钱怎么突然变这么多？这边钱突然变好多，满满的钱啊。不过这些钱不重要，各位，我们去参加这个起飞比赛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，没理由啊，没理由啊，感觉是我飞的不好哎，为什么我飞的这么的近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看来是我们技巧不够成熟。OK， 我们这边飞比较远了，来到了900个罗柱，我们要在哪个地方起飞啊？哎呀！这个地方不对，我们现在每飞一次可以拿到10块钱，因为飞得太近了。OK， 这个地方起飞，我们就可以到达800个罗柱。钱到底增加了多少？好像也没增加多少啊，各位。哦，我这个地方，哇，我这个角度、这个位置起飞，2700个罗柱，哇，好多钱，好多钱。果然啊，各位，我们起飞的时机要抓好，起飞的时机要抓好啊！我的天哪，好像有点难呢。这起飞时机好难抓啊，各位，就这里啊，也不是这里耶。我不按跳跃会怎样？我不按跳跃啊，我就现在就不按啊。嗯，不按跳跃就是个傻逼啊，就跟傻逼没两样。碰到的时候按起飞，不对，不是碰到的时候按起飞。我们现在要找寻一个公式啊，真的要找寻一个公式啊，找到一个关键起飞点。OK， 真的是关键起飞点啊！我们看一下钱增加多少，70块钱，错不错哦，各位，我们这样子飞就可以拿到70块钱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又可以再升级喽，没错吧？300块 ，OK。现在下一阶段是400块，我们现在速度来到了4，现在速度来到了4，起飞，走路，这边起飞啦！抓到你这个位置的，我们抓到这个起飞的位置了。现在多少？3800个罗柱，发财，真的是发财！来了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公式的力量，这就是公式啊！我们现在抓到这个公式了，一次80块，现在代表说我每一次都可以拿到80块，因为我不会再失败了。哎呀，熟能生巧啊，这游戏挺牛逼的，真的是挺牛逼的，各位，我们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哎呦，还是说可以不用跳跃啊？我总觉得不用按跳跃也可以飞这么远欸，我们这次不按跳跃看一下，我觉得好像不用按跳跃欸，是不是我错觉啊？真的是不用按跳跃欸，结果我飞得更远欸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先不按跳跃，真的好像不用按欸，因为速度够快的话，它会直接碰到那个起飞的点，碰到之后我就飞得超级高超级远，确实欸，一次100块，确实欸，真的是这样没错欸，就是那个斜坡就是起飞点，根本不需要按跳跃，真的不需要按跳跃，
哦哟，现在来到5300个罗柱啊，每一次跳跃都可以赚到100块。哇哇，我现在有活动哎，金币乘以2，现在是发财的时候啊，各位。哎呦，怎么结果飞得这么的近啊？现在是发财的时候啊，我们赶紧赚钱，赶紧赚钱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不按跳跃，真的不按跳跃了。哇，可是我飞好高哦，我不按跳跃，我飞超级高，超级高，来到7000、8000、9000，真的假的？发财喽！真的是发财喽，各位！哇，这个起飞360度大旋转。现在我们又可以再升级一次我们的速度了，速度来，速度来，我们赶紧增加我们的速度，600块 ，OK， 下一个700块，走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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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话不多说，话不多说，起飞，飞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各位，来了，来了，起飞，超级高，超级远。这次我一定可以突破10000个罗柱，我觉得可以弹跳，第一次弹跳 OK， 我们竟然来到了12000个罗柱啊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哦，我觉得我这次有抓到时机，所以我飞得超级高，哇，超高的耶，哇，要突破记录了，13600，我钱直接来到 1.12K 耶，真的假的？我飞一次我就可以升级一次，飞一次可以升级一次哎！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竟然被我遇到了啊！完了，好丑！完了，好丑！我速度都久了，结果我飞这么近，哎呦！连续两次，哎、欸，小丑，我就是个小丑，竟然飞得这么近，完了，我不会玩这游戏了，我不会玩这游戏了啦，各位，现在金钱加倍的时间只剩下15秒钟，只剩下15秒钟啊，完啦，我错过这个发财的时机了，真的是错过了。哇，我现在又飞得超级高哦，好难抓哦，看来我还不够的纯熟，我还不够纯熟啊，技术不太好。哎，这次我又破大会记录了，我又破大会记录了，哇，10、20K、20K、20K， Oh my god， 20多K 耶，20多K 是真的假的啊，飞超级高，真的是超级高又远，好爽啊，真的好爽啊，这里没错，又被我抓到了一次，哇，我都快看不到那个地板的颜色了，哇，话说这个镜头也太远了吧，完全看不到镜头，哎，这次我又可以破纪录吗？哎，真的耶，我又破纪录了，哦，我 30K 有办法吗？ 30K， 哎哎，应该哎，算 30K 吧，这应该算是 30K 吧，嘿嘿嘿，好爽，嗯，这次我们也飞得超级高，哇，我觉得这次又要破纪录了，各位，这次又要破纪录了，完全看不到地板的颜色啊，哇，哎，20多K， 哎，才20多K， 哎，我以为飞得很远呢，哎，其实有到30K， 30、40、50，应该是50啊，哇，我直接发财，各位，啊，现在升级要5500哦。哇，怎么突然要花这么多钱呢、啊？突然要花好多钱哦，各位。那我们就先存钱吧。我们现在速度11，我们就直接存一大波钱。然后升级，无限的升级，看一下我们最后存多少钱，然后一次可以升级多少的速度呢 ？OK，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，走喽。Yeah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钱竟然来到了 116.14K， 哇，超级多钱，我现在就是这个世界的有钱人啊，史上最有钱的人来了，我们直接升级到底，来来来，继续升，有钱就是任性啊，
到底可以升到几级呢？到底可以升到几级呢？哇，二十了，二十二，二十三，二十四的，我们速度来到了24啊！这个伺服器里面最高最快的男人，我就是史上最快的男人。好，那就让我们试一下，我到底可以飞多远，而且还要飞好啊！这叫上飞好啊，走了起飞，没飞好，没飞好啊！这些速度都是浮云啊，完了完了，速度这么快，结果我没飞好，完蛋了！我花了这么多钱加速，没有什么用，哇，完蛋了！我怎么这么像小丑啊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就是这波，就是这一波，各位。我飞得超级高，地板上竟然还有月亮啊！还能再往前吗？我还可以再往前吗？最后我到底可以到多远？好高，真的是好高哦！哇，这什么啊？100多K，100多K，哇，126K，我看到了，最后竟然到了126K。我的天啊，真的是我的天啊！我们再飞最后一次 ,126K 的距离 ,Oh my god! 好高好远好快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飞到尽头。这个看起来是没有尽头的，太远了，这个尽头实在是太远了，各位。现在到达多少？现在到达多少？哇 ,150K, 160K, 还可以再远吗？啊，不能回去。啊，他竟然让我回去了，各位。所以我最后应该是来到了 160K 的距离。超级远，飞得超级快，超级高啊，好猛啊，各位。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完成我们的目标了，因为我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，最快速的男人，也是飞最远的男人啊。 OK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影片的观众们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再点个喜欢哦，甚至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们，最后不要忘记点选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